打进铁板里煎得滋滋作响，变成黄金色太阳蛋后起锅淋上酱油，看起来可口美味。然后脚力可以恢复很多。路过香客闻香而来，拿起煎好的太阳蛋，一口一口咬下，脸上充满幸福洋溢笑容。加料之后呢？香客大客煎蛋补充体力，继续跟大甲妈九天八夜的绕境活动。现在銮轿回銮到彰化，途中也有来自田中的三位女子不惜成本，准备了700多颗的鸡蛋，要免费请香客吃。跟着我们的这些人一起集资做的，去年做3000多颗。煎蛋摊前贴了一张红纸，上头写满捐钱买蛋的信徒名字。由煎蛋的阿姨们拿着集资来的钱，请养鸡场把新鲜的蛋送过来煎，帮香客补充营养。另外，在第四一大学的师生们也骑着滑板车队帮大甲妈软脚开路。板车队带领着大甲妈走进校园，一旁还有外国籍交换学生在场边欢呼。妈祖爱你！我们一年会使拢真热情哦，作为学生甲咱校长、甲咱当处长，会使讲啊，穿得真好啊，等下这个贡品再来献给妈祖安尼吼。师生热情劲歌热舞，也送上妈祖神像绘画，展现对大甲妈的敬爱。华秀林深线线中谢忠义彰化报道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